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咖开箱，我是今天的主持心源。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哪一些产品呢？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口罩。这段非常时期，口罩就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必需品之一。那我们每次出门都要戴上口罩，这个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也为了保护别人。如果我们长时间在外戴着这一种口罩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不通风、不舒服，而且用完就要丢掉，很不环保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嘞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，就是 Good Morning Global 公司推出的环保棉布口罩。那这个口罩看起来又时尚又美观，在颜色上呢，具有白色还有蓝色两种颜色给大家选择哦。然后它有分成大人还有小孩子的 size。那它的好处有什么嘞？就是又透气又舒服又服帖，最重要的是它很环保，而且这个口罩可以洗哦，洗了又很快干，那洗后我们可以重复再使用。那这款口罩有85%的阻隔作用，可以防止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飞沫微粒。就我们不管出去外面吃东西啊、买东西啊，或者是安迪安哥去巴萨买菜啊，在任何的公共场所，这个口罩都可以派上用场，然后这样子就不用担心你家里的口罩不够用咯。这一款口罩我们要怎样子清洗嘞？很简单哦，只需要三个步骤。用完之后你用热水泡5分钟，然后再用洗衣液清洗，然后晒干之后你就可以重复再使用。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咯，我们下次见。